现在介绍第三关的玩法，它其实只有真正一个障碍物而已，这样算失败。要利用这个旋转的通道，好，赶快到下面来，这边有个隐藏的开关。当我去碰这个黄色开关一下之后，我这个旋转门就会跑到另外一个位置来。这样可以进到另外一个通道，这样就完成。